新兵进行曲。好，我们的新浪的天王王中平为我们带来向天要一点爱。没有人能懂我用潇洒的笑容，走在夕阳里不回头，给我一块土地和天空，我一定走得比别人有风，我一定飞得比别人更远更快。我向天要一点爱，多少年换也换不来，人海中来来往往多寂寞，想要听我心里，总是英雄还有梦。欢迎收看《新兵进行曲》，谁是太阳王？大家晚安。那我们今天介绍来宾是歌坛大姐大陈英杰，陈杰。就是上次在我们新兵进行曲呢，我已经四十几岁了，终于找到我的歌路了。转型哎，转型，所以你可以名副其实，人生四十才开始。不要在荧幕上讲，真的小。不要在荧幕上老是讲四十几，没有了，不要讲，不记不要讲。你怎么看我啊？哎，二十几岁哦，终于找到我自己。太夸张了，想不到我们 K 歌王有这样的哎，真的功用哎。然后后来呢，我女儿来看电视的时候呢，她看到她就跑去跟她妈妈讲，跟于浩然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爸爸 K 笑。”陈姐要不要乱合一下？钟平哥示范一次给陈姐看。怕我吗？不是，在歌坛大姐大前面哈，我真的是不敢造次，而且怎么你刚怎么了？而且脚软哦。其实充其量我也只是他的长工而已。哎呦，陈姐安内啦，不新的。问哦，红鬼刷罗克啊，你看。对对对，你好，红鬼刷，红鬼刷啊。为你一套是你刀枪将别落酸，失败你无过穿，你来吃 Rock 红鬼帅，这种的艰苦无得看，每日是你头尖尖的落山，心内如孤单。陈姐鼓有些鼓说像的咯，可以 rock 的，可以吗？可是我们没有看过芭比娃娃 rock。等一下看，等一下他要留在我们 K 歌王的时候，今天呢马上来进行我们的谁是 K 歌王。两队看提示 PK 猜歌名，抢答者需站在 K 歌舞台猜出歌名，并演唱该首歌曲，至少要唱对两句才可算过关哦。谁是 K 歌王？我是 K 歌王。林哥姐，希望你可以唱到很好听的歌曲。真的真的真的，今天一定会有很多。你们那一队就只靠你了。陈姐超厉害。也是很会唱歌，对啊，也还不错啊，我也 OK 啊，他也是，他真的是怕跟怕电，对，很得老人缘。我看一下，我们这个老人缘，这个很牛啊，我被恭维，看电哪里啊？好人缘啊，好人缘，好人缘，很得好多人的缘分，哎，喜欢你了哈。今天谁是 K 歌王 ？PTV 经典歌曲排行榜会出什么样的歌曲呢？一组，请您就位。来，第一题的题目会是什么呢？陈姐我爱你。哎呦，来这招。那你说一次我。阿庞我爱你。耶。喂，无耻，又被阿庞抓
看到了一句我爱你，让裁判长阿庞心花怒放，做出违反。小姐我爱你，好了，来这招。那你说一次我。阿庞我爱你。耶。喂，感觉有点像女生。哎，阿庞我爱你，然后裙子翻起来给他看一下。对对对，哎，你无耻，又被阿庞赚到了。嚯，对呀，画面你看吗？我没办法，现在每个人都在注意我，我就不给他穿鞋。来，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对，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对，这是我。王彤，请退回来。是的，你丢的那个郭敬明秘密。答对。对。许由。答对。林姐姐，怎么？我来了哈！哇塞，你不是唱 rock 的吗？不一定啦，不用不用。一帮你的世界，自由，今天不来主席记住你。地下地下，虽然没有我的富贵，也无永远红的花蕊。青春少年时，地下啊，亲像目子。你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哎呦，周明哥，这首歌很好听，真的很好听。周明哥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《一追再追》。Yes， 周明哥，请问怎么唱？一追再追，不停寻找生命里每分每秒。却已是你的好，原来多么可笑。一追再追，回忆不停地旋转，将我围绕。我想象答对 ，yes， 哇，太棒了！下一组请就位。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哎，不是，应该是我们两个一起讲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哎呀，他有压力的。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哟，你骗不到我的。玩笑，裁判他已经输习惯了。什么输习惯？我都记得4-1，哎，5-1，5-1，5-1。我跟你讲，十局后我就跟你算账。爱情需要飞翔的自由，停住，对不对？他的光，这首歌是很有难度的，你不可能会。来，爱晨回来。你卖 K 笑哦。元浩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。不许人占有。哎呦，这么冷门的歌你会？元浩怎么唱？只怕我是机会最善用，爱情是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让我最什么的都可以。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。不是这首啊，我。走吧，根本就不会嘛！下一首如果是情非得已的话，我一定跑比你快。
不过那个前奏还蛮像的，真的还蛮像的。我准备要唱的时候，他进来，我就跟着他唱。好好唱啊！来，不许人占有，走，毛唱。不许人占有，爱情需要飞翔的自由。嚯！勇敢探索，勇敢往前走，我会盘旋在你左右。不许人占有，爱情需要飞翔的自由。它的光芒任意闪烁，我舍不得对你不温柔。来着的啦，调拳号功谁雷打对了啦，恭喜！今天的再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哎呦哎呦哎呦！耶！快点快点！哎呀！你行你哎你可以，我真想来嘞！你可以，很快嘞，可以。小姐，我觉得这首歌你一定要非常动感的，对对，一定要动感，动感舞曲。小燕的这个，王彤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人不公。哎呦，请问怎么唱？来来，我们给你一点舞裙呐，快快快！答对！哎呦，跳跳爱跳跳舞，小燕爱那跳了。哎呦哎呦，我来，我记得爱跳，你来，老师音乐音乐音乐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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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ne two three go。下一组请就位。来，这一题的题目是。林道远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《蓝雨》。Yes。什么唱？茫茫的我，大地般璀璨的列车，用最温柔的速度离开你身边。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这一题的题目是，哎呦，全部给我了。不懂你多寂寞，残忍的犯了错，竟让元昊缩了回去，想破头就是想没有。这一题的题目是，哎呦，全部给我了。反正你也不会，我来上来了。什么歌？什么歌？你再上来问人家什么歌？反正一起不会嘛，上来上来摸嘛。喂，不懂你。Hello， 啊，你又来了，你又来了。想到了。哎，你们两个上上下下的，你当我这里是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啊你啊？想不到这里是龙门客栈。各位，此路是我开，
此树若要站上去，留下买路钱。哦，刚好没有了，大家已经知道。想起来了，好，你想起来了，你想起来了吗？你来，你来，我想没起来。好，来，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，还想没起来。元浩，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 Superwoman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想起来了，哎，想起来了，哎，这首 R&B 是我最拿手的，哎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今天这首是唯一我会的，真的吗？你给我唱一下。不要，我 R&B 是一把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唱，不要，不要唱。这首是 R&B 吗 ？R&B， 他唱是 R&B， 你唱是阿娘伟。他才是阿娘伟吧？喂，怎么唱 ？You are my superwoman， 安静的在身边，无条件给我梦寐以求的温柔。感觉好像是一只黄雀，唱歌很好听，就突然有只苍蝇冲进他的嘴巴里面。喂，哎，不是，要怎么办呢？你要表现，你就找好仗嘛，你干嘛就来一个虚晃一招？这对啊，没有那个。哦，真是太好笑了。元浩队，恭喜你答对 ，yes。应该讲多一点的曲，你干嘛好听了？好听啊，但是稍微 miss 到那不要紧啊，表示你很这领金的曲，对对对不对？对，而且他的表情哦，对不对？感觉已经金曲奖都拿在手上了，那个感觉有没有？对，感觉金曲奖都拿在手上，最后那一句就摔破了。喂，真的，我怎么醒过来？哦，来，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好巧，真的是。对啊，就是周华健那首歌啊。莹姐姐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《朋友》。Yes， 好伤我。鼓掌，鼓掌，赞！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，一辈子，一生情，一杯酒。这题的题目会是什么呢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 ，You are rock， 你是摇滚的，憨憨你好棒，憨憨，太棒了！钟明哥，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 ？Piano， 钢琴。Yes， 赞，好，唱。如果爱还能再重来，我。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，没有让我，不是。先来，我先来，我先来。爱神，爱神，有看
真的会吗？这首歌的歌名跟你现在的状态有关系哦。来，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五四，我爱你，三爱神，二一，爱神。元浩，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心理游戏。请告诉我们怎么唱，这应该陈晓东了。现在起全面同情，做那你无缘无际的居民，求求你出面说明，承认你也有伤我的心事，就让我爱你，你知道我最喜欢你，让我爱你，爱没人能比，就让我爱你，错过了彼此太可惜，这是天意，我和你要爱照叫人妒忌。恭喜姚元浩答对 yes。你是有良心的。紧接着下来，最后一题的题目是，总有一天，我的歌啊，总有一天。你干嘛一直看着他走前面？我你等会你干嘛呀？哎姐啊，哎你搞倒三钢琴，还尬跳了，还尬街啦，无啦。伊安尼哦，在拍戏的时候，坦白讲也无时间弄耳瓜对吧？哦，陈姐，陈姐，你都安尼慢慢走上来，伊离边安尼，伊离家你搞，别说你倒会飞哟。喂，我叫玛利亚啦。我跟你讲，这首歌是分中位，很久了。对，我看已经云中月嘛，哎呦，那时候我看王答对，王梦可能那时候才几岁而已。来，金姐姐，大队不要紧，来，钟平哥，阿伯，喝了 ，together 了，阿伯你干嘛？你有钟平哥，我低下来，费用先下去啊，换长工上来。谢谢陈姐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娘，谢谢。林姐姐，请问怎么唱？你可比混掉味，我在。谁是 K 歌王？所有的歌都已经开出来了，两位请到前面来，来来来来，在这边跟全国观众朋友报告一下，今天的统统队答对的是三题，是是是，元浩队一番猛攻之下得到的分数是七分，所以今天的 K 歌王就是我们的元浩队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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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棒了。我们再请我们的陈姐呢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就是呢《醉鬼迷》。啊，饮落饮落去，上该好是一份醉。想